2019年的下半年，我们对这个即将准备出让的这块土地进行了这个考古勘探工作。勘探呢，发现了有这个六朝早期的墓葬。2020年的9月份的话，我们呢在3号墓中呢出土有4块专制的地券，地券上呢有明确的记载是东武林匠。